大家好，又来吃晚饭了。然后今天有鱼，有这个炖海鲜，这个是羊腿肉，你看非常的肥。羊味非常的足，然后这里有炖海鲜汁拌的饭，就是那个味。再拿来一个牛肉，摆这样，上面有一些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老字扑面而来。老是老，味道也好，是那种卤牛肉的味道，还有筋非常好吃。然后呢，尝尝这个鱼，这个鱼看起来也很嫩，一片一片的，这个鱼应该都是海鱼，就是西班牙海鲜饭的味道。这个鱼稍微咸了一点，啊，它有这种清口感觉。怎么这么红？海鲜饭就是要红就是了。大虾，这个大虾看起来还不错，捏上去就有点弹弹的。没有想象中那么弹。也可以了，不过虾还是好吃。下一个是这个章鱼，冷切章鱼，没有什么味道，不是很好吃，还有点辣。上面布满了辣椒粉，下面竟然还有土豆片，是这个烤青椒，这个烤青椒有点像那种塔塔的那种感觉啊，虎皮青椒的感觉，还有小番茄，然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盐，我先尝一尝。就是盐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矿物质的味道。青椒是清甜可口的。我尝一尝这个烤猪肉，还是挺香的，肉的焦香味。不老。偏咸了一点，可能是我后面自己放了盐，所以就偏咸了。这里有一个菇 pasta，意大利面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来吃早餐呢，还是同一个餐厅，然后这水果长得还挺漂亮的，好甜的西瓜。先来尝尝这个油条，油条是脆的，面感觉是没有很发的那种面，如果再松软一点就好了。还来了帕尔玛 ham，香，这个 omelette 我是所有料都放了。我还叫它煎久一点，看起来已经非常的焦了，外面，里面有些 ham 啊什么之类的。不错，炒鸡蛋的香味，这个可以。然后
然后它这里还有这个可丽饼，我加了一些糖浆，然后还加了两个草莓。酸甜可口。